吃饼干咯，还有糖果。嗯，哦，哦不，等等，我不要看牙医。哎呀，让我看看，嘴巴打开，看起来不太妙。我想我这里应该有个东西可以用，钳子，大的那个 ，bingo。别怕，小鬼，就会痛一下下。啊！不要！拜托！你好吗？让我看看啊。你是谁？那个恐怖的牙医呢？我知道要怎么办了。你看这个，一台车。对啊，这是我今天的特别助理哦，他会帮我们拔掉那颗牙齿的。怎么办？我只需要套住那颗牙，给我一分钟哦。现在千万别乱动，可以吗？你的遥控器在这。哦，太赞了！开始玩了。哦吼，可以开多快啊！啊，他刚刚是不是把我的牙齿拔掉了？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啊，真是可爱。哇哦，看看这些东西。这地方好恐怖哦！为什么有这么多骨头啊？看。好恐怖哦！哎，现在嘞，哎，我穿的是保护衣，不是吗？他这听起来不太妙，应该是你的鼻窦什么的。哎，太亮了啦！好啦好啦，你的手有力吗？那么糟糕啊！肯定不是好东西。直接把它拔掉就好啊！什么？不要！哦，放心啦，好一点了吗 ？Yes。好啊，来看看你的反射如何。啊！真的假的？哦不，仙人掌要掉下来了！哎呀，这和我想的一样嘛！啊！快拔出来啊！啊！哦，等一下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是这个。啊，嗯，啊！我知道你很痛，像我的耳朵一样。哦，我有一个主意了，不需要这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忍耐一下 ，OK？ 快拔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哇哦，真的有效呢！这个刺还真大，这东西还真给力。弄好了，还不行，要消毒伤口才行。好了，这样好多了。哇，好酷哦！谢谢。那是什么？哦，你好。又来一个，我可是有备而来的。他很厉害哦。我不确定啊，好吧。哇哦！啊，我的手，那是血吗？真的很痛哎！我需要找人帮忙，真的好痛哦，在这里真是倒霉。啊！什么声音？哦不！有人需要医生吗？针筒准备好了，而且我不怕用针筒。这孩子是怎么了？你伤到自己了吗？看起来没什么事啊，小题大做。等一下啊，在这里啊，是个 OK 绷呢，现在给你用。啊，上面是谁的头发啊？别抱怨了，拜拜，再见。这份工作真辛苦啊，真的很痛啊。好啊，你还好吗？我摔倒弄伤我的手了，看起来很痛呢。给你吃一颗这个好了，这有助于缓解疼痛。吃药？才不要呢！你还是怕吃药啊？那糖果呢？这个我可以。嘿，你要吃了药才能吃糖。不过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吧，注意看着糖果。我等等。好了，在哪个杯子里呢？这个。不对，好讨厌，不公平了！等一下，糖果在哪里？好的好的，别哭。你需要 OK 绷吗？
这个很特别哦，我是疗愈之云，酷不酷啊？这个会让你感到层层爱意。嘿，还蛮酷的嘛，有花哦，就知道你会喜欢。哇哦，哇，这个显得好，灿烂，大小刚刚好。我应该常常跌倒才对，谢谢。拜，真是辛苦的一天啊！哦不，我都忘了，超恶的。我好无聊哦。Hello， 哟，这个呢？这个心理药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过来打针吧。什么？我想不是。不行，一定要打。一定，都说了不要了。立马过来这边打针。不要，你明明听到我了。哇哦，那是什么啊？看它飞得多远。我的老天鹅，我的瓶子啊。天哪，全都被毁了。我辛苦的工作成果，看看这一团乱。糟糕，但却又有一点酷，全身都是史莱姆。至少你觉得很好笑。不过现在换你了。嗯，我不明白。哦，我被打针了。那么我们平手了。平手？那好吧。食物最难吃了。嗯，或许朋友可以帮忙。Hello， 真的假的？听起来超难吃哎！别担心，我马上到。好的，零食买了。哦不，有护士，禁止饮食是吧？看来我的入口在那边。好了，来吧。还好平常有进行重训。好啊，到通风口里面了。他在这。那沙拉看起来真不开胃，要完成拯救任务了，从天而降的零食来救人了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是零食，太好了，你真是我的英雄。那些影片也太好笑了。嗨，一切都好吗？哦，好糟糕。哦不，打翻咖啡了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帮忙吗？抱歉，可以帮我清理这边吗？感谢哦。清理？应该可以吧。让我用鞋子来擦，应该没问题。好了，就知道行得通。认真吗？听起来有人来了。是我朋友。没错，看看我带了什么来。嘿，拖把拿开了。拜托，看清楚啦，是糖果哎。哇，好厉害哦，你真是天才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得把维他命都记录清楚才行。哦，看起来我还需要别的。忍者前行开始。喜欢我的维他命吗？开玩笑啦，这只是个伎俩。先把鲨鱼软糖融化，然后再把它倒进打开的口服制剂包装中，要小心别倒出来。完全装满以后，后面用锡箔纸盖起来，完美哦，根本看不出来是小熊软糖。现在忍者要来个狸猫换太子，太好了，忍者快闪！好了，举对吧？对，应该没错。Hello， 我有东西要给你哦。什么？又是维他命？哦，快点吃吧，别耍性子啦。这个拿去。会很难吃吗？不重要啦，你得吃了才会感觉好些的。好吧。哦，
哦，这很好吃呢，请再给我一些维他命可以吗？好啊，你肯定很想赶快康复吧？你说的对，有看到标志吗？禁止饮食。哦不，护士把我的零食都没收了，他真的好凶，居然拿了可怜小女生的东西。等一下，这让我有个主意。来吧，巧克力，该把你偷渡进医院了。把糖果全部藏进颈托中，我想我可以藏很多个。好了，应该只能带这么多了。现在要假装受伤，而且很痛。嗯，你身上有任何食物或饮料吗？什么都没有呢，没有。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先过去了。哈，完全行得通，我真是个天才哎！该吃点 M&M 巧克力喽。嗯，好好吃哦。Hello， 我朋友生日，所以我来看他。那个蛋糕可不能进去，超过这一点是不允许食物的。快点，把它交给我了。可是这是要给我朋友的。哦不，我的气球。哦，这间医院的人真凶。生日快乐！哇，真是惊喜。我给你带好东西来喽。哦，我还偷偷带了东西给你哦。很好吃的，看，是我手链上的糖果。这个是给你的，因为那护士把我的蛋糕给没收了。哇，你真的好聪明，我超想吃糖果的。呀，医院食物好难吃。嘿，我有个点子，让我成为第一个在你石膏上写字的人吧，这样你的石膏就会又漂亮又好玩了。耶，我超爱的。好的，分量看起来没错。等等，禁止饮食，你身上有食物吗？别动，让我检查一下。好的，应该没什么。哦，很恶哎，干嘛拿着到处走啊？好的，那我进去喽。哦，你来啦，看看我的饮料，白开水。那你可以喝这个哦。耶，你当我是什么啊？我喝水就好。你看，那我喝喽。哥，超恶的哎！不，没事的，相信我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苹果汁啦。我只是把它倒进收集杯而已。你看，我也帮你带了一杯哦。啊，我懂了，真是聪明哎！干杯！超好喝的。嗯 ，Hello， 我是来探病的。哇哦，你看起来似乎也不太好，真抱歉，你得经历这些痛楚哦。谢谢，真的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不知道瓦斯炉是开着的，而我现在得绑着绷带，直到我康复为止，连碰到都会痛。好的，进去看你的朋友吧。嘿，我来给你打气了。你怎么啦？喜欢吗？我这样跳舞可以吗？这有点过了。哈，其实我可没忘了你哦。看看我的剪刀能干嘛？就轻松剪两刀。灿烂，我带了两碗糖果来哦。也太厉害了吧！没错，我猜你一定想吃这些零食。给你吧。太棒了，你真是个好朋友哎。我的汽水有危险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先试试看把它藏起来，静悄悄地走过去。嗯，哦天哪，它好可怕哦！糟糕，其中一罐掉了。你在干嘛？不准带汽水，没看到标志吗？你得把汽水拿走。哦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看看那针筒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好方法。没错，汽水，该来把你偷带进医院了。要把针筒装满汽水。好了，全部装满了。现在一整盘都是喽。哇哦，镇住！你在干嘛？就只是把针筒拿给病人。
好吧，知道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哎呀，真的好险！什么？还有药？不！哦天哪，他真以为我是护士哎！嘿，你看，是我啦！哦，真的吗？真不敢相信你来了。嘘，别拆穿我。不过我带了这个给你。我怎么会想要更多的药啊？不是药啦，看看这个。哦，我懂了，干杯。啊，精神都来了。病人报告呢？天哪，坏了。禁止饮食。医生，这里没东西哦，转过去，要听医生的指令。我什么都没有啊，看。手，嗯，没问题。他怎么有办法？差一点。小姐，你的掌心呢？掌心吗？看，啥也没有啊。我是需要配新眼镜吗？应该看错了吧。进去吧。哦不，要掉了。不要。那是棒棒糖吗？给我出去。这可不能忘。小屁孩，怪我没准备好。我的衣服应该可以伪装一下吧，这次绝对没问题了，只要双面胶就好，然后把糖粘上去。聪明吧，看起来真不错。考验时间到，给我停下，转过去，我要看袖子里面。没有啊，看，有意思，进去吧。真的成功了，还好今天穿了这件。嗯，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有事吗？医院不能吃糖的。把糖给我。你疯了吗？我才买的耶。那只好请你出去。没礼貌，只好请你出去。等等，我有办法了，小熊先生，手术时间到，在小熊背后剪一刀，把里面的棉花拿一些出来，然后准备一个塑胶袋放进去，棉花糖可以进去了。感谢你大力相助，小熊先生，完美。好戏开始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小姐，停，有事吗？我去哪都带着我的熊的，有必要吗？我想应该没事了。我会骗人吗？那你可以进去了，乖熊熊，呵呵。Jennifer， 嘿，你来啦，猜你需要人陪。你最好了，还以为你会带零食来。今天你可幸运了，看看拉链里面，看来像棉花，但是棉花糖。Annie，我把棉花换成糖了，我发誓真的可以吃了，确定吗？嗯，
真的是棉花糖哎，你怎么想到的呀？这刘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从来没看过他呢。不过他头发也太美了吧。你在看我吗？听着，我星期一就要答案。等一下，50你可以吗？我客户坚持50。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偷带食物吧？你没看到我在讲电话吗？真是抱歉。真是够胆。我很重要，我有2个电话。真是好险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是 Annie 啦。嗨。我猜你不介意访客。什么？给 Jane 的外卖？或者应该说巧克力外卖。要做这个，先拿一个空手机壳，然后把糖果折好，完美藏在壳内。好吃。哪来的档案？应该是刚才那位小姐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忘了你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糟了，被逮到了。你居然骗我，以后都不准来。感谢你的努力。哼，真是的。有你真好，小熊先生。晚餐来了，饿吗？你的晚餐放这儿，等你醒来再吃。哇，医院食物真难吃。我的一定也一样饿。好啦好啦，我还是要啦。谢谢。嘿，是我啦。Jennifer， 嗨。你怎么不试试你的食物？这个吗？哦，好啊。这是什么肉啊？你认为呢？这是巧克力吗？惊喜！首先，拿些泡泡糖胶带，只要几段就好。然后小心切成2半，像这样。弄成一团，放在盘子上，然后拿些巧克力球放在意大利面旁边，看起来不错吧？泡泡糖，好的，没人再看。等一下，小姐，独角兽也没有特权。我得确保你没有偷带食物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发誓。没有是吗？那请问地上的是什么？彩虹糖，我就知道。我猜的没错，糖果就在这里。快点，马上交出来。就知道你有藏东西。还不少呢。你是怎么藏这么多包的？好像拉也拉不停。拜托，应该快没了吧？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他整个跌倒在地上哎！你把你的糖果拿回去！你没看到标志吗？不准带食物。好啦，我拿走就是了。真不敢相信我被抓包了。嘿，有一颗彩虹糖卡在我的渔网裤袜上，是道给我了一个好主意。
好的，彩虹糖，来把你们粘到我的裤袜上吧。好了，最后一颗，搞定，看起来很棒嘛，再试一次咯。又是你，不是叫你走了吗？让我检查清楚，因为你完全不可信。嗯，好吧，没找到什么，你过去吧。我成功进来了，现在可以吃糖果了。嘿，分我们一点彩虹糖，拜托。哦，我可怜的脚，这个糖果应该会让我好些。哦不，看看那牌子，禁止饮食呢。糖果最好放回去，我打赌我可以把糖果藏在我的夹克下面。哦不，我的鞋带，他们背叛了我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哦不，我的糖呢？跑到哪儿了？在这边。看起来不妙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就走。祝你今天愉快哦。哼，真是倒霉，都怪我没把鞋带绑好。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再绊倒了，蠢鞋带。嘿、hey, ，等一下，我有个天才点子了！哈哈，轻松又简单，现在再来试一次吧。等等等等，我要检查清楚，因为我知道你刚刚有糖果。OK， 好了，你可以过去了。耶、yeah, ，完全骗到他了，太棒了！真不敢相信，居然成功了，而且毫不费力。来吃我的鞋带糖果吧！咦，那男的在吃自己的鞋带耶？或许他知道我不知道的秘密。超恶的！好的，我的汽水都在这了。等等，禁止饮食。哦不，但我不想丢掉我的汽水。嘿。那护士在做什么？哇哦，他拿的针筒还真不是普通的大哎！等等，针筒，我的汽水，空的针筒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是解答！快，独角兽魔法，别让我失望哦！我需要那个针筒，爬呗，那不是我要的啦，我得专心点用我的脚。这个也不对，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。要努力旋转我的脚才行。那个女生是在干嘛？哇哦，看起来很激烈。好的，这次肯定行了。我变，耶，终于拿到了，针筒是我的了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二步，来把汽水装进针筒里面。哇哦，还装的真多。耶、yeah, ，好多可乐！哦、oh, ，我知道怎么让计划再升级了。好了，医生袍穿好了，我还需要帽子。嗯，我的脚进不去，好像可以了。饮料都放好了，可以行动了。Hello， 我来巡房的哦。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怪怪的？哼，过关了。什么？还有药哦？嘿、hey, ，是我啦，不要惊慌。看，我还帮你带喝的来哦，你看。嗯，好好喝，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哦。哇哦，太厉害了，你真是聪明，实在太开心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今天好吗？还不错。请记得我们标志上的规则，我还是得检查你有没有偷带东西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下面呢？你的脚后面是什么？你拿着你的糖果出去了？好吧，对不起。哦，看看她，是个孕妈妈呢。她在给我看皮包里面的什么？什么小熊软糖？他要怎么带进去啊？哦，看看你的宝宝肚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过了吗？
我当然。什么？他完全没有检查他的糖果哎！好啊，那我也要这样带糖果进去，帮帮忙。烦呢，根本不行。嘿，我的袜子，这应该可以哦。好的，让我把我的裙子翻过来，然后会需要一些袜子，用别针把它们别在橡皮筋上。三个应该够了，接下来换糖果出场，乖乖进去袜子里吧，应该可以塞很多个。这应该是我想出的计划中最聪明的了。好了，现在要把糖果塞好。最后一个了，搞定。现在要把裙子翻正。哎呀，快回去吧，巧克力。嗯，我想他一定认得我，最好换一下头发。好了，橘色应该可以了，而且好漂亮哦。Hello。哦，你的宝宝肚真可爱。这边请，我帮你开门。哦，真的有用呢。嘿，我进来了。你看，我还带了糖果给你哦。哦，天哪，谢谢你，我超想吃甜的东西。嗯，这个巧克力真好吃。好了，到你看医生了。哦不，我的糖还没有吃完。只好交给你了。没关系，不会有事的。但我会很想念我的巧克力的。好吧，我最好进去了。哦，他好伤心啊，真替他难过。真希望有什么我帮得上忙。等一会儿，我的耳环。这就是解答哦。嘿，等等。你需要耳环，先准备一个大圈圈耳环，还有一些小熊软糖，然后把糖果穿过圈圈。好了，一对糖果耳环。等等，让我过来这边。OK， 你得戴上这对耳环。哦天哪，他们是小熊软糖呢，太棒了！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哼，你可以进去了。没事的，祝你好运。快点过来吧。嗯，让我检查一下。等等，那对耳环，那对耳环好酷哦！我可以仔细看吗？哎，我不是迟到了吗？哦，你说的对。好吧，进去吧。耶，我过关了，现在可以吃零食了。软糖和巧克力一样，都是我的最爱。无论如何，糖果万岁！记得要把它抬高，你会感觉到不同的。谢谢医生。看起来好痛哦。坐下吧，我真的不喜欢打针。握紧拳头，我马上回来哦。我该用哪一支针筒好呢？好多选择啊。啊哈，就这个吧，我最爱这个了。药水在哪儿呢？你是开玩笑吗？我看不下去了。这个会痛哦。拜托你轻一点。打完了吗？打完了。瞧，没有很。哈，你穿的是什么？怎么一回事啊？我是你的实习生吗？什么？别盯着我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用错针筒了。糟糕。真的假的？也太酷了吧。哇哦。我可感觉不太妙。最后一份了，文书工作终于做完了，真是漫长的一天呢，我需要休息。来看看我最爱的频道吧，我超爱这个的，好好笑哦，他真是笑死我了。这是给你的，慢慢享受了啊，记得今天下班前要做完呢。可是他真的超坏的，这肯定要做很久。该来给 Cheryl 一点教训了，一定超精彩的，小心借过哦，我手上有样本呢。哈，有人打给我呢。嘿，不，我没有收到结果啊。好戏上场，可以来整他喽。应该只是头痛吧。快到了，我把他的鞋带绑在一起了。什么？我是医生，我应该知道吧。
待会儿一定超精彩的。随便啦，老妈，我得挂电话了。哇、哦，我的老天鹅！不不不！啊、哦，这下完蛋了。看来有人要清洁了。哎，我得去准备手术了。这个病人真的很有趣，但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，因为我做这种手术真的很厉害。先来洗手吧。我的机会来了。给你一点颜色瞧瞧，先把削柔手术袍的扣子给解开。我真是个邪恶的天才！哈，怎么一回事啊？是谁做的？没人在啊。没。我的实验袍呢？明明刚放在这的啊，好像有人在捉弄我呢。算了，我可没时间瞎搞。来把手擦干，然后进手术室吧。别！吓到你了？你真的很无聊哎。可是很好笑啊。好啊，我们开始吧。手术刀，让我先切第一刀。哼，得精准一点才行。来了，爆！你给我滚出我的手术室！你刚刚超害怕的，而你做得真好，很高兴与你合作。这24小时过去以后，我一定会喜极而泣的。他实在是超烦的。没事的，雪柔。先冷静一点，深呼吸，擦点口红，心情可能会好一点。我喜欢这个色调。等一下，这给了我一个点子。我想我知道怎么报复他了。我只需要这个针筒就好。复仇的时间到了。先把这一端给切掉，把它放在一边就好。然后把柱塞往上拉。现在把口红拿过来，把它涂在针筒的内侧，记得要涂好涂满。然后需要一张透明的薄膜，要把红色的热熔胶挤在中间的位置，要大大的一坨热熔胶，然后把针筒粘上去。现在要耐心的等它干。我还用了热熔胶做了这两滴血，用颜料把它们粘在薄膜上。针筒的周围也要涂一点，像这样，看起来真不错。我要的就是这样。该来进行计划的下一个部分了，我得叫 Ashley 过来。Ashley， 嘿、hey, ，你叫我吗 ？Cheryl， 我跌倒了。我的天哪，那边，你得想想办法救救我啊 ，Ashley！ 哈，我要昏倒了。哈，看我计划的一样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看你还敢不敢整我？哦耶，这真不错，算是我的得意杰作呢。糟糕，我得走了。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可疑啊？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实习生的原因了。Ashley， 我需要你帮我把这些送去化验室，一天到晚都在睡，简直睡成专业了。让我来叫醒他吧。有人打给你 ，Ashley？ 好大声 ！Hello，Hello， 哦，是你啊。我警告过你别睡的，这边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哈，这些 OK 绷哪来的啊？嗯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撕掉就是了。哇哦，粘得超紧的，给我1分钟哦，撕不下来耶。什么都要我亲自出马吗？我的手臂！啊！你干嘛这样啦？超级痛的啦！嘿，你看。都留下了印记了啦，快点撕掉它们啦，然后把这个拿去化验室。好，交给我，你放心。来吧，就像蜜蜡除毛一样，动作要快。我才不走呢，快下来，让我来看看啊。我好痛啊！救命，这是我的腿了。看起来还好啊。你在这边等着吧。你看这个，我觉得我的腿要断了哎！天哪，这看起来很糟。别担心，没事的啦，我马上就回来哦。这样子会改变你的心意吗？请坐吧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我可真是热爱我的工作哎。嗷嗷嗷！我应该坐在这好吧？是要多久才会叫到我？啊、哦，拜托，300号，下一个是几号啊？我整天都会在这儿，除非不拿的话，那就太没礼貌了。
个我拿了，别担心，这不用多久的。那边是怎么了？你反正也没多严重啦。是，换我。哇哦，我会没事吗？哇哦，配合。哎，动啊！怎么了？我的包包忘记了，找出来。等一下啊。有了。哦，你跟我很搭哎。小心。哎呦，没礼貌。哦，糟糕。我过号了啦。这是你看过最糟的伤吗？是吧是吗？你怎么用拐杖的啊？哪一张床才是我的呢？这也太平淡了吧。这我可没有什么办法哎。我知道，我有一些点子，可能可以点缀出个档次等级啥的。我来做。好多了，只需要一个有格调风尚的人呢。哇，我好爱哦。现在感觉到温馨了。也许我能比照办理。我可能有多难的好吗？哈，情况更糟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随便啦，我觉得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啦。幸好，好在那不是我的床。好啊，我们有衣服可以给你们换哦。不要，我们可不是服饰店哎。我不管了，好看呢，最好是了。这个合适吗？有可爱哦。耶、yeah, ，终于！我为何拿不到漂亮的晨袍呢？咦，怎么会这么脏啦？安静，我试着要放松。不过就是床啊。啊呜，多可笑啊！帮个忙。我好无聊哦。肯定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吧？电视，随便什么事都可以。什么？蜘蛛？这是哪种医院呢？哦，那是什么？我需要点乐子。哎，对，我想要点即兴节目，这应该会不错哦。有人说过说喜欢气球的吗？是认真的吗？哦，他很厉害哦。假装你没有看到那个。好，也许会更好。加兰。看呢？哦，厉害耶！站起来弄个小丑吧。嘿，你来处理一下这个。哦，不公平！我想知道怎么了。看气球飞过空中，杂耍时间哦。小心啦！哇哦，他杂耍还真不行哎。嘿，会痛哎。我开始觉得无聊了。我拔光的时刻来临了。哦、oh, ，我想要看耶！拿掉我的大拇指。哦、oh, 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是法术啊！谢谢你，这个有墙啊！一只普通的兔子，放进我的帽子，进去了。目眩神迷，然后兔子变身，好精彩啊！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居然错过魔术师！看呐、啊！我要用念力来改造火柴，只要说出咒语，我变，我变变变！哎呦，是要这样子的吗？我受够这个了。下一位，准备好要摇滚了吗？演唱会，这我得看看。也许我挤得进去这里，刚好哎。独奏来了，好糟哦。这很费劲的呢，突然间变有趣了，来看后续发展吧。好，你可以留下来，我有个点子了，继续演奏。你个天生好手，摇滚吧！我喜欢他，我也是。你哪来的？给我出去！请继续。我打鼓就会出声了。哇，是不是我爱你？各位女士，用餐时间到了。终于，我好饿哦。这是什么啊？这算是食物吗？要是生病了，至少我人在医院。哦，这好臭哦。来吧。哦，好糟哦。其实比
糟糕还要更糟糕，烂透了。我不要吃这个，请用。哈，拿走了，这是狗食是吗？拿其他的东西给我吃，我会好好答谢的。昂然，我希望所有的病人都像你。我只想要好吃的，没问题。看看这个，谢谢。我不想要寿司。哦，多汁牛排。也许不要这个，不。看起来不错，我要这个，给我意大利面吧。只要点选图片，就会快递来哦。哦，好啊。哇哦，服务真好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等不及要来开动了。嗯，美味，比任何的医院餐都还要好吃呢。我可以习惯这个，好吃。是说医院也没多糟了。多美好的一餐呢、啊、请问有甜点吗？哦，水果，我爱葡萄。啊，我一口也吃不下了，这么多食物真让我爱困。我超羡慕那餐点的。啊，他睡着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我得偷溜过去，然后犯下完美罪案。他心中毫无任何的怀疑存在，每味葡萄很快就会是我的了。啊，他是故意的吗？精巧，安静，顺利，我发誓那是故意的。专注，就快到了，到手。真的假的啦？至少我拿到一颗葡萄。我开始觉得自己被针对了。嗯，我真是造了什么孽才会这样呢？你认为这些技巧会在紧要关头派上用场吗？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与朋友分享影片并订阅我们的页面以获取更多资讯。